天做我们的零距离的演出。那现在邀请的是我们萨克斯风老师，我们老师来，我们老师带来的第一首是《鼓声若响》。恭喜啊！哪天不想要讲台语？我就是不会讲台语啊！来，那么呢，我们团长呢带领了我们的乐手到中立的时候，那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你了，乖哈。叫我拿着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叫你哈、哦，有需要的朋友尽量索取名片。那记得哈、哦，啊，千万阿爸阿布阿娘，我们团长会有优惠啊。OK OK OK， 好，加油。